感谢每一位选手的精彩发挥，本届学院争霸赛顺利落幕。最后，让我们有请身为冠军的卡维选手上台领奖。原本在这里，我们会为卡维选手戴上冠冕，送上奖金。然而不久前，我们刚刚得知了一个消息，卡维选手继承了萨奇因先生的产业，并将他们全部捐了出去。萨奇因的产业被捐掉了？那么多钱，他还真舍得。由于卡维选手的善举，许多贫困的家庭将获得改变命运的机会，少了冠冕与奖金，颁奖仪式也将从简。卡维选手，有什么想说的话吗？我想大家肯定和我一样很好奇你将这笔巨款捐掉的原因。我也不确定这种场合下应该说些什么。很高兴能拿到冠军，虽然里面也有不少运气成分。至于为什么要捐掉这笔钱，我不认同萨奇因的观点，也不想要他的钱。许多事必须亲身体验，他也好我也好都没有资格做出定论。不过那些说起来就太复杂沉重了，不该在这个场合展开。至于其他没什么了，就这样吧，谢谢。哎，卡维选手请稍等。虽然这次颁奖仪式少了很多内容，但还是有奖品在的。这枚限定版七圣召唤卡牌请卡维选手收下。另外，冠军的荣誉也已经记录在卡维选手的档案中了。今后卡维选手如果在教令院申请课题，贤者大人会酌情予以优待。好的，我收下了。不过课题什么的，算了吧。啊，那么颁奖仪式到此结束，让我们再次将掌声送给卡维选手。果然我还是没法理解，有这么一笔钱足够我逍遥快活一辈子了。这说明你还不够奇怪，理解不了人家那种天才的想法。走，我们继续去参加学院游乐会吧。啊，终于结束了。我觉得我还挺擅长演讲的，但就是说得很疲惫。是不是比赛太累了？总觉得你看上去也不怎么高兴。不管怎么说，你现在已经是冠军了，这不是值得骄傲的事情吗？也是。哎，对了，我记得赛诺说过他想要那张限定卡牌，这东西现在在我手上哦。你打算转让给他吗？如果是很珍贵的卡牌，应该能大赚一笔吧。怎么可能，卡牌放在我这里一点用都没有，不如送给他。你们要是方便的话帮我带给他吧。喂喂，这么重要的事肯定是亲自去比较好啦。走，我们一起去找赛诺吧。啊，可是我本来还想休息一会儿的。哎，别抓我头发。赛诺，你在看什么呀？我还在想萨奇因的问题，你们有什么事吗？喏，限定版七圣召唤卡牌，我想你比我更需要这个。这可是限定卡牌，你打算让给我？不然呢？我留着又没什么用。但这张是限定牌啊。卡维，你遇到什么麻烦了吗？不必用这种方式，说出来，我会帮忙。才不是那个意思，我的麻烦我自己能解决，而且跟这张卡牌也没什么关系。好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但我确定，直到现在你也完全没有意识到它的价值，就这么收下实在不妥。这样吧，我用上一期豪华限定版卡牌的价格从你这里买下它，怎么样？得了吧，一张卡牌能有多值钱？少说100万魔拉，
多少？100万魔拉。你嫌少的话，我可以再加点。100万魔拉买这样一张牌？可是上次打牌，我看你那里明明有很多类似的，亮晶晶的。不是每张卡牌都值这么多钱，也有一些好看但并不稀有的品类。这么说来，大风纪官的收入应该也不低，你的钱都花在这种地方了是吧？唉，不过还是算了，收朋友的钱总觉得有点不好意思。不用客气，我收了很多，不缺这一张的钱。我说，你不会真想为了兴趣花光积蓄吧？爱好还是要适度，特别是不要一身脑热就去借钱什么的。背负欠款的人生是很惨的。你说的很有体会的样子，看来没少吃苦头。哎，不提了。既然如此，你比我更应该注意这些问题吧。总之，这张珍贵的卡牌就由我赛诺收下了。卡威，稍后跟我去取钱。多亏你，这次我参加比赛的目的也达成了。好吧，那我也不跟你客气了。这样就能顺利度过这个月的还款日。哎，应该还能剩点。稍后我请你们吃饭吧，叫上提纳里和克莱。嘿嘿，这应该就是皆大欢喜吧。说起来，其他参赛者怎么样了呢？作为特邀评论员，我们先去别处看看吧。要说挑衣服，听我的准没错。当年在教令院，我的穿着就是时尚的前沿。真的吗？那麻烦这位发卢山前辈，麻烦你帮我们挑几件时下最流行的款式了。发卢山、尼鲁还有迪西亚和坎迪斯也在，你们在做什么？我和坎迪斯逛街的时候遇到了这两位。这位发卢山前辈真是个好人，听说我们在买衣服，就决定帮我们一把。看了一圈没有我熟悉的款式。没关系，可以买布料自己回去定制。又选素色的布料打底，上面绣红色和粉色的花，还有绿色的叶子。等一下，这真的是时下流行的款式吗？怎么听起来有点像家里长辈穿的？放心，经典是永远不会过时的。不不，再怎么说也有点奇怪吧。等一等，等一等，发卢山前辈说的确实是曾经流行的经典款式，不过现在也有一些新的选择。不嫌弃的话，由我来为大家选一些衣服好吗？难得我们聚在一起，坎迪斯小姐又是难得到须弥城里来，我知道有几家很划算的店哦。好，那我们听你安排。我也去看看。哎，了解年轻人的喜好也是前辈的责任。发卢山前辈，快来快来，前辈在这里。诶，你是？我们刚进教令院不久，看到前辈在比赛中大展身手，想问问前辈有开课吗？当然有，欢迎你们报名参加。我已经等不及了，前辈主攻方向是什么？精密机械吗？我是知论派的。啊，我看前辈明明对机械很了解。对哦，仔细想想，前辈确实是知论派的代表。可是知论派的课好无聊啊。对不起了前辈，下次前辈开别的课我一定来。哼，我就知道。你呢，不跟上去吗？我觉得前辈很厉害，所以想跟前辈学习一段时间。我可以选修前辈的课程，虽然跨学院上课会有点困难，到时候就请前辈多多指教了。好孩子好孩子，放心吧，到时候我一定会好好教你，教到你学会为止的。多谢前辈。不打扰前辈逛街了，等前辈开课后我再来。
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不过是好事吧。恭喜恭喜。旅行者派蒙，你们要不要也来挑几件衣服？抱歉，我们已经和卡维约好要一起吃饭了，在那之前还要采访其他人呢。啊，说起来，你们有没有看到阿茂和莱伊拉？阿茂选手不知道去了哪里，莱伊拉的话刚刚我们见到了，他和一些名论派的学生走在一起，我们就没有上前搭话。哎，你们要不要去那边看看？名论派的学生应该就是投票让莱伊拉参加比赛的人吧。莱伊拉没有拿到冠军，不知道他们会是什么态度。我们先去观察一下吧。如果你们不常来须弥城的话，其实也可以选一些经典的花色，不容易过时。而且衣服是穿在身上的，所以也要考虑面料，有些布看着很漂亮，但穿在身上没有很舒服。我也赞同，时尚本就是经典的不断轮换，对吧？也可以考虑一下我说的款式。等一下，前辈，我总觉得轮换到你说的款式还需要很长时间。我倒是觉得这位发禄山前辈推荐的款式很好看。是吧？还是你比较懂。小天神，经典的才是最好的。哎，迪西亚小姐和坎迪斯小姐都比较高，适合的款式有不少。天神，这些衣服看着都轻飘飘的，有没有更加耐用一些的选择呢？如果想自己修复杂图案，还是得再练一下真功。不过我的手艺应该已经能算中等偏上了吧。大家，如果第三轮我的表现再好一些的话。别说这些了，如果你表现得这么好还要受到苛责，那我们这些没胆量上场的不是更要无地自容了吗？虽然没有看到完整的比赛过程，但莱伊拉，你是唯一一个在前两轮比赛都得分了的人吧？而且我听说第三轮比赛也是你最先找到了冠冕，离冠军其实只差一点点而已。我也只是运气比较好。不能这么说，你的对手都很强。哎，申论派有名的提纳里、大风机关塞诺，每个人都很厉害，你能从他们手里拿到分数已经很不容易啦。我觉得别人给你起的那些绰号一点错都没有，你是真正的天才。谢谢你们，不过其实我算不上是天才，比如第二轮比赛我打了个盹儿，不知不觉就到机器旁边了。哎，过分谦虚可不好，大家商量着要办个聚会，好好犒劳你呢。走了，打起精神来，你可是这次聚会的主角。看来莱伊拉这边也很顺利呢，真是太好了。好像从比赛结束后就没见到阿茂啊。快到聚餐的时间了，我们先回卡维和塞诺那边吧。没想到大家没有对我感到失望，真是太好了。我终于能睡个好觉了。全都看见了，真是太好了。小天神，
你的钱够花吗？还是节约一点比较好。放心，我已经精确地算过了，绝对没有超支。以前去你那儿蹭过好几次饭，也该回请一次了。旅行者海萌这边。这么多好吃的，我们来啦。听说你们刚刚去见了其他参赛者，情况如何？发露山招到学生了，莱伊拉也回应了同学的期待，不过我们没找到阿茂，不知道他跑到哪里去了。艾尔海森也不见了。哎，难得我今天心情好，想请他吃顿贵的，没想到他居然连个影子都找不着。这家伙他会在哪儿呢？还有之前的留言。哎，算了，随他去吧，我们先吃。你把冠冕摔掉的时候吓了我一跳，虽然事后想想也没那么意外，不过当时我以为你至少会犹豫一下。从拿到冠冕那一刻起，萨奇因的意识就在跟我对话，他那种绝望又恐怖的情绪也一直在我脑海里盘旋，持续不断往我脑海里输入他的观点，好像某种精神控制一样，搞得我头很痛，而且越来越严重。就像之前说的，他的观点未必没有价值，可如果这种研究最终会将人导向不幸，那还是不要存在比较好。假如他的非法研究以恶劣的形态扩散开，并导致许多人感到痛苦，风机关会出面将其封禁。我觉得你做的没错，也有一种办法是假意继承研究，拿到财产就放弃，不过你应该不会选。我不想评价萨奇因的理论与实验，不过他所做的选择在我看来并不糊涂，他选择你就是一个证明。或许吧，对我来说，收受他人的资产就应该完成答应对方的事。那很好啊，说明卡维先生是一个正直的人。谢谢，太感谢了，克莱，还是你懂我。哎，幸好这种时候艾尔海森不在，否则一定不会说我什么好话。在不在你也都会提到他，不是吗？反正每次都说，无所谓了。我能感觉到艾尔海森骑士来了。他来了？在哪儿？怎么不告诉我？在座每个人的心里。这句话好恐怖，我浑身发冷。幸亏萨诺没有在吃饭前讲，不然我们就只能吃冷食了。先不聊艾尔海森，缇娜里，你参赛的目的达到了吗？第一轮就达到了，宣传效果还不错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来报名参加科普讲座的人已经是历次最多了。你下个月有空吗？要不要也来讲两句？我能讲什么？我对你们生论派的东西一窍不通。让你擅长的就行，比如将江雨林建筑的特点，还有提醒大家不要无休止的伐木造屋。这个没问题，那我下个月抽时间过去一趟。大家吃饱了吗？要不要再加点什么？我吃饱了，谢谢招待。我也吃得很饱，要是能每天都吃大餐就好了。有时间可以多聚聚，忙归忙，像这样跟朋友见面也是很重要的呢。这家店味道不错，下次再来吧。好，再找几家好店做备选。还有其他好吃的店吗？别忘了叫我们呀，我们最喜欢到处找美食了。卡维，之后你有什么安排吗？等散场之后，我想单独去教练院待会儿，也不是什么急事，你问这个干什么？既然现在大家都有空，要不要打几局七圣召唤？这么快就想展示一下你刚刚拿到的限定版卡牌？不是展示，是作为对你诸多帮助的感谢。只有最好的朋友才能获得第一个欣赏这张卡的权利。也行，不过我自己的牌组没带，得去借一副。师父，其实我前几天新组了一套。嗯？你该不会把学习的时间用在打牌上了吧？好了，不要那么严肃嘛，不是有句话说兴趣才是最好的老师。
看见了。今天点餐很成功嘛，都没浪费。哦对，还得另外再买几道菜打包回去。在加入这张限定卡牌之后，我与牌组的牵绊已然达到巅峰。这是我最近花的最值的一笔钱。卡维欠的那笔债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还清。哎，自求多福吧。这几天都没有学习，真轻松。不过功课该不会落下吧？啊，等等，糟糕，上次学到哪里了？没想到我们会在这里碰面。艾尔海森，你怎么也来了？还有，你在看的该不会就是萨奇因的研究资料？整理档案的时候见到了萨奇因的生平，于是对他的研究产生了一些兴趣。若非如此，我一开始就不会同意做评论员。见识过萨奇因的意识碎片后，我产生了一些猜测，果然在这里找到了他的研究。这些资料了，你还好吗？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我想你们误会了什么。萨奇因之所以会选那位大建筑师来继承研究，是因为只有他才会真正共情资料里记录的灾难与人性，产生共鸣才会陷入痛苦，继而对历史感到虚无，对现在充满迷茫，对未来保持悲观。共情能力是一把双刃剑，显然我和萨奇因绝无可能是同类人。同理心过剩的人会有大量朋友，广大的社交圈为他们带去社会意义上的便利，却也因此更难达成目标。为什么呢？只要是真正重要的事，就会牵扯到他人。人很难在不伤害任何人的情况下活着，想达成目标，就要做好与他人为敌的心理预期。可不是每个人都能承受这些，就像资料中这些，客观、沉重、负面。但说到底，也只是萨奇因视角的实验与结论。那你看完之后是什么感觉？作为学者，萨奇因无疑是天才。他将世界的阴暗面归咎于人性，做了许多实验，得出的结论也基本可靠，或者说，称得上正确。那，难道真的像他说的一样，人是很坏的，一切都在变糟吗？这个问题不该是我来回答，再过不久应该会有别的人过来，到时候你可以问问。我只能说，世界并非仅仅建立在正确之上，单纯的正确有时毫无意义。宏大的理想未必能够对抗虚无，微小的选择却可以。借由选择，理想者奢求幸福为众人降下，即使自身将被排除，其将无从触及真理之言，直至抹去遮蔽双眼的蒙昧。我向来不认可某类理念，通过强迫自己牺牲来实现皆大欢喜的结果，哪怕是那个萨奇因都难以理解。但很遗憾，无论什么样的观点都有人支持，而性格会决定命运。好了，我此行的目的已经达成，资料就交给你们保管，我先走了。你就是为了看这些东西来的吗？你可是错过了一场聚会。聚会？哦，不意外，确实是举办朋友聚会的好时机。今天难得是卡维请客呢。他应该会记得打包的。再见。啊，他直接走掉了。啊，不过看起来艾尔海森好像确实没有受那些资料的影响。
他说会有人来回答我们的问题，会是谁呢？旅行者泰蒙，原来你们已经到了。纳西达，还有阿茂。难道说委托阿茂参加学院争霸赛的其实是纳西达？没错，是我。会不会有点惊讶？莫非纳西达早就知道冠冕有问题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为什么不一开始就换掉冠冕呢？因为萨奇因的研究并非谬论，他用自己毕生的精力不停地做研究，最终总结成这些资料，这些正是他智慧的结晶。我担心这些资料可能引发混乱，但并不会抹除萨奇因在找寻真理的过程中做出的努力，所以我让阿茂选手帮我盯着比赛。我说现在不应该再叫我阿茂了吧？阿茂不好听吗？唉，说回来吧，如果萨奇因选中的人无法承受这些研究，或是这些研究带给更多人痛苦，他会适时地出手干预。结果萨奇因选中的人根本看不上这些研究，实在可笑。本来还想让你借机学习一下如何与人正常相处，看来没有什么效果。大可不必，旧账还没还清，我可不想欠下新债。纳西达，你刚刚说萨奇因的研究并非谬论，那你认可他的研究吗？这样形容吧，真理在我眼中就像是训猪一样，有的人只看到了训猪背上的蘑菇，于是说训猪就是蘑菇；有的人只看到了训猪的身体，于是说训猪就是野猪；也有的人自认为看透了本质，宣布训猪就是瘦肉。这些结论或许都有其正确的一面，但都没有客观描述训猪本身。我好像懂了，又好像不太懂。世界也是一样，包括我在内，没有人能理解它的全貌。我们都在找寻真理的路上，在有限的知识边界之内，有人盲目地相信世界的美好，也有人自以为是地谈论世界的丑陋。其实重要的不是世界现有的模样，而是人们希望它变成什么样子。当然我也不会苛责每个人一定要去做些什么，归根结底，引导每一种智慧产生作用，本就是我作为智慧之神的责任。说了这么多，这些资料你打算怎么处理？继承这份研究的卡维不希望它继续传播，那么我会将这份无主的研究封存起来。但是萨奇因的研究作为一种消极的智慧，也是构成真理的一部分，如果今后有人想要重走萨奇因走过的路，我也不会阻止。我也很期待英论派的后辈能搞懂萨奇因的理论，并且找到跨过绝望的方法。英论派哪还有什么人呢？等等，你是想让我继续留在英论派？我可不记得自己什么时候成了学者。在你眼里，我难道不是有利用价值的囚徒吗？又开始了。是吗？那我会说，在须弥，囚犯也有接受教育的权利。期待你在英论派进修之后，能够妥善处理好自己的因果，学会如何偿还历史中的旧账。最终你成交的论文会由我亲自审核，希望你用心完成哦，阿茂先生。